最会唱日语的歌手，因为他很不简单，他每次那个歌词都背得好熟，所以哦，我觉得很佩服他。就是我们的林崇仁林大哥，他同时也是我们湖尾高中退休的主任哦。我们大家给他热烈的掌声，他要为我们演唱的是《我喜当初好》。主持人说，我最会唱日语歌，不是这样啦，我年纪同大啊，这台都我年纪同大，坐车半个，坐车半个。今麦开始坐下来就好了。啊，我来为大家唱《我是男子汉》，谢谢。来宾掌声鼓励。Yeah.